蛋蒸肉餅。我是吉他手 Sony， 我是主音 Soft， 我是 bass 手 Wing， 我是鼓手希希。哇，今年我哋可以有幸啦，第一次參加到呢個 YouTube Fan Fest 啦，感覺好興奮啊！因為 YouTube 呢一個 platform 係我哋成日睇嘅一個 platform 啦，同埋喺從中真係學習咗好多嘢。咁今次有一睇真係異常興奮啊！同埋我真係由細細個，即係可能係關於音樂嗰啲，其實都係可以喺 YouTube 度 search 到，可能睇人哋啲拍啲 cover， 睇人哋點樣彈，其實真係喺 YouTube 度學到好多嘢咯，我都覺得。我覺得呢個平台可以係俾全世界嘅所有唔同嘅人類去表演，或者係去將自己可以有嘅 talent 去放出嚟俾其他人去欣賞咯。雞蛋蒸肉餅之所以會有咁多外國人認識，其實有好大部分程度都係因為 YouTube 呢樣嘢，俾我哋可以將我哋自己嘅歌發放出去咯。咁我哋陣間就會表演 Double No No 啦。咁但係呢、這個表演的版本咧，就會同我哋本身的 CD 版本有啲唔同嘅，咁就會改編咗少少，咁就會用木吉他、bass 鼓咁就係啦一樣嘅 perform， 咁到時大家聽下啦。希望大家可以繼續支持 YouTube 同埋繼續支持我哋，擴闊大家嘅眼界去睇多啲世界各地唔同嘅嘢啊！記得 subscribe 我哋嘅 YouTube channel 啦。JYD 雞蛋蒸肉餅 Social political climate in Hong Kong. This band will change your life. 俾你掌聲，俾你歡呼聲 JYD JYB
做到咁夜睇埋我哋，多謝你哋嚟到 YouTube Fan Fest， 今日第一屆，今晚最後一首歌，識唱嘅可以同我哋一齊唱，因為我哋都好耐冇唱過啦。唔識唱唔緊要，我哋嘅副歌好簡單，都係可以一齊唱。大家可以一齊搖擺你哋嘅身軀，呢一啲先至係 live show 係咪啊？其實今次的 YouTube Fans Fest 都是學了很多東西的，很特別啊，因為跟平時的演出類型很不同，因為我們平時出的那些 show 可能真的只是得一些 live band 或者音樂單位，但今次呢就真的包羅萬有，就是 很特別的一個體驗，還有剛才的氣氛很正啊，很多謝香港的觀眾這麼熱情。今次 的演出是挺特別的，因為我們很少做 live 的
之後要錄影翻，又要放翻上 YouTube 俾人睇咁樣咧，就少啲啦。同埋今次係真係百花齊放嘅，咩都有啲。我哋好少會可以同到啲煮雪糕啊、嗰啲蛋卷啊一齊。咁想睇下會唔會似同佢哋 crossover 整雞蛋蒸肉餅啦？佢哋喺隔離整，一路整我哋一路玩，玩完就啱佢整好咁樣。好想拍片啊！睇完呢個 YouTube 之後，參與完之後，跟住但係最開心就係可以玩到呢個 showcase 啊！真係會見到唔同嘅creator 啦，會真係有唔同嘅類型，但係都可以有唔同嘅 fans， 即係可以互相咁樣交流一下。其實我真係覺得今次係獲益良多嘅。